现在是烟柳州店内店家。好，有木子鹏，三方国有五十元的奖励。彩排长，来把钱拿给柳州啊。有木子鹏还没得奖起的，奖的任何如果得就行了，没得多少要。安全就走过去压的你牛，你怕你牛认不到你。一分两秒，是八号汽水，保时金泰汽水，一分两秒，这是笨死活到保一样的，你看是不是吧？注意！这是宝石做的饭，做的饭。好，计时开始，时间为六分钟。观众朋友，明天我们的比赛是十一周，年龄不限，体重1650斤以下，非1550斤以下或以上来进行小组赛，直到一边离两头牛回国。有牛的拿早点啊！明天我们比赛时间11:30抽签比赛，欢迎大家。技术到场。
到想到没事，反正啊，就打个蛋白，快快。他的两没打，没相信我，想。时间到，困住。加油哎！别在那了，拉。第一时间，庆高青年团赵明哲一号队副浙江籍杨林青的30号。好，等30号。杨丽青过来一下，杨丽青，这是五洲奖旗，给你的爱心啊，300元。嗯。34号扭走，啊，走走走走，17秒，34号起身。杨林青过来。杨林青过来，小品写给爱心100元。东方帅哥江旗郭丽江，上方过50元，300张把钱拿给刘哥，上方过50啊，啊，那样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大步之流呢，就是内沙浪带也该为19家的流了。他们家之前的中介在牛王，还有在
他又不也是六万哦，打不出去谁？三四十秒，快到自己猜你咋得？